Hello， 十个厨师九个胖，还有一个真难看，我不知道那一个是谁呢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呢来做一个十三香小龙虾。先将小龙虾身上的泥刷掉，剪掉头部，把虾脑取出来，虾腮也是很脏的哦。最后再把虾线取出来，碗中准备盐、白糖、蚝油、豆瓣酱、生抽、花椒油、十三香，把锅烧热，下小龙虾，开大火翻炒，下入生姜、葱段、干花椒、干辣椒，开大火继续炒香，倒入一瓶啤酒，啤酒不够清水来凑，再倒入酱汁，中火焖20分钟，起锅前下青红椒，撒点蒜末，就是这么简单又美味。现场播一支，让你看看效果。抖音。